欢迎李贝。哇，这么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我们警察同仁们的辛劳啊！这一年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哇，这2020年不简单啊，发生很多大事。然后疫情的影响，大家以为平常生活都很平凡，没什么事情，没想到动荡不安。对，那都会有这些基层的员警英雄们的维持，让我们的整个生活一样的可以维持在很棒的一个状态。嗯，对，咱们特别感谢啊，基层的员警们，感谢你们辛苦辛苦。啊，这个过年要到了，有个警察的重要的工作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们110年的加强重要节日的安全维护工作要开跑啦，时间从110年的2月3号晚上10点开始，到2月17号的晚上12点，总共是15天啦。主要有治安平稳、交通顺畅、民众安心等3大重要的工作项目啊！哇，在这个春节期间啊，也是24小时，警察同仁24小时，那这边那边服务不打烊，好让大家这个连假期间都非常的安心啊！希望我们全台湾的每位都可以安心过这个好年啊！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扭转乾坤 ，Happy New Year！